WTO 里面的我们的贸易障碍里面的委员会呢，提出特别的贸易关切。我想在我们的新闻稿里面，各位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过去我已经有特别强调，中国不是只有针对台湾，是针对全世界输中的食品，所以有关切的部分呢，包括你看欧盟、美国、韩国、澳洲、加拿大、日本等，都有在世界贸易组织里面提出这样的一个关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。那我想我们持续的会在这个部分里面，那跟其他会员国一起的来，在这一个我们的技术性贸易障碍里面的委员会呢，提出我们特定的贸易关切。那因为如果真的没办法过去，这等同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行政的措施里面造成的贸易障碍。那我想在 WTO 里面有相关的机制可以因应。那第二个，如同我们刚刚所提到，我们希望透过两岸的窗口，就是卫福部，在我方就是卫福部食药署，那希望可以向中方了解更多到底什么样的因素，尤其是我刚刚所提到的107家有依照规定来办理，那补件也补了，那后续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资料可以让我们来完整完备程序，那回复到原来的正常的贸易情形。我想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对外的应应措施。那第二个，对内的所有的产销调节措施，那总统院长要求目标就是渔民的这一个收入不得到不能受影响。所以刚刚我们所谓的启动的部分呢，第一个开阔新兴市场，开阔既有的国外市场，包括我们的乌仔鱼要外销东南亚，那秋刀鱼要外销韩国、日本，我想这两个国家的消费者应该非常本来就有在进口我们的秋刀鱼，那我们会大力的往这个方向。那第二个就是协助刚刚讲的鱿鱼跟煎鱼到其他的国家来做加工，那这个刚刚已经有特别说明，那我们会尽力的来执行。那第三个，其实我们还可以启动相关的冻储跟加工，那除了乌仔鱼可以做一些一夜干的加工以外呢，那其实鱿鱼或者是其他的鱼种，我们透过适度的冻储，然后让整个产销调节更有秩序的时候，价格会更稳定。那当然乌仔鱼里面的内销呢，我们会全部的启动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相关的因应措施。那特别跟所有的记者朋友来报告，那欢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。